又嚟到創業容易嘅環節，今日除咗 Apple 之外咧，當然唔少得咧住我哋嘅嘉賓主持 Yoyi 嘅。Yoyi 你好，你好。嗱，咁啊，之前咧就係我哋訪問親嘅創業故事嘅主角咧，即係 B B 嚟嘅。有啲咧可能成立咗唔夠一年，但係今日請嚟呢個咧就個 size 大啲啦，大 B B 啦，即係可以話係小學版啦。咁因為其實咧佢哋都做咗差唔多三年啦，就有士多嘅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岑迪讚嘅 Danny 你好。大家好。嗱，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你就喺創業係比人哋咧就行快咗好多啦，即係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比較成熟少少嘅階段噶，接觸佔好多你嘅客仔噶嘛，我哋啲同事都係你嘅客仔之一啦。多謝曬。其實呢三年嚟講啊，即係最大嘅得著或者係經過咗三年嘅創業嘅過程當中，有啲咩啟發？我諗呢三年創業嘅其中一個。跟之前創業的時候很不同，是覺得個時代其實變化的急速程度是即與日俱增的，所以即 我會即感覺到一件事情最重要其實是個學習能力，即這段時間即無論是創辦人團隊啦或者我們自己的核心團隊，其實個學習能力去適應一個即不斷變化的市場其實是很關鍵的，這個我想在三年來最大的體會是這件事。其實三年咧都係一個比較短嘅時間啦，對你嚟講會唔會哇快到我自己都真係每日都要追得好辛苦，或者係其實我都好 enjoy 嘅咧？我諗個感覺係有啲似，有時你又覺得好快，有時你又覺得好慢，係啊，你有時會覺得好似度日如年咁樣，係啊，咁但係喺使錢方面咁，你又會突然間發覺哇好快，你又冇錢好咁樣，係啊，所以個感覺其實好特別嘅其實。不過你哋呢間網上商店咧，即係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打呢個本土牌喎。大家都會覺得就有好多本土情懷充斥喺裏面。譬如你哋個名啦，即係令到我哋有好多聯想嘅空間，就係、哎、好似有一啲嘅童年回憶喺裏面，同埋就係賣嗰啲嘢咧，都係即係比較上咧精挑細選啲噶。嗱，經過咗三年啦，我記得咧就係最初你講話，即係有時你要去揾人俾啲貨品你賣咧，都唔係咁容易啊。尤其是一啲老字號或者本身咧都唔係做開連鎖式噶，但係經過咗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啦，會唔會話即係呢一方面係或者個步伐會越嚟越快，可以容易咗好多？都係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去接觸一啲即係本地製造嘅嘢，咁有啲係老字號啦，有啲係新派啦，咁新派就易傾好多嘅其實。咁啊老字號嗰啲咁一開始難度肯定係高好多。有冇俾人趕走過？有啊，我諗我啲 partner 團隊俾人趕走次數係都比較多啦。咁有啲可能真係見咗好多次都唔想俾卡片你添嘅，即係 even。咁啊，但係慢慢我諗佢哋會感覺到你嘅誠意啦，同埋你可以解釋到其實我哋做嘅理念其實係做啲乜嘢，咁去支持多啲即係香港製造嘅嘢啊，香港文化嘅嘢啊。咁呢樣嘢其實會感動到佢哋嘅。咁之後對於長期合作嚟講咧，係會好啲，係啊，會比起即係淨係喺一份合約。用一個商業條款去傾嘅嘢嚟得更加，即係更加有人情味咯，可以咁樣講。感情上加咗分啦。嗱，李生啦，我都係你嘅客户，我都好中意上你個 website 買嘢。但我諗當中咧有好多嘅品牌咧，其實都係比較特別，又或者係我哋比較少見啲，又或者係好難咁方便去買到。你哋係點樣去選擇呢一啲本土品牌嘅？我想一開始的時候比較多是我們自己團隊就捐空捐啊，看靠自己的採購經驗去揀這些品類出來的，慢慢多了客戶的回饋，他會跟我們談說喂其實有另外有一個正東西你們知不知道，不如你去試試找他啦，我們又去試試，其實也都很多客戶其實都很懂即係好識飲識食嘅，其實咁，所以佢哋回饋翻嚟嘅俾我哋嗰啲，我哋會嘗試去再揾，咁件事就會再流暢咗，就唔使咁即係重度，純粹係依賴採購團隊之前嘅經驗咯。其實你哋咧就係所賣嘅嘢，譬如話有一啲嘅本土嘅品牌啦，真係細鋪嘅一啲貨品都俾你上埋架喺網上都賣，同埋有一啲咧就係都同公平貿易啊呢一啲有關係嘅。其實有冇話即係發覺得到邊一樣類型嘅產品咧係而家啲消費者最渴求嘅咧？我諗去即係我哋即係正如你頭先講，我哋就係會屬於比較去精挑細選型多啲嘅。咁我覺得而家個市場其實多咗消費者，其實佢想要多消費升級一啲，係啦。即係除咗一啲主流嘅品牌之外咧，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啲可以去符合到我啲
特色啲嘅需求嘅嘢，咁可能佢係啲主流嘅零售鋪頭係冇得賣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個消費其實有啲逐步 shift 緊過去呢一邊，即係大家對一啲叫長尾啲嘅產品嘅需求係會越嚟越多啦，個性化嘅要求會越嚟越多。咁即唔希望可能淨係得我買一樣嘢得嗰幾隻牌子。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我哋而家都即叫比較重心地發展緊嘅品類嚟嘅。咁而呢啲嘢可能佢個品牌力唔係咁勁，但其實本身佢嘅產品就係好產品嚟。咁我會見到就係好產品嗰個情況，就係有好大部分咧係啲人唔知道佢嘅存在，或者佢離我屋企太遠。咁我哋做嘅嘢就係令到呢啲好產品變得更加靠近你咯。我覺得咧就係印象最深刻俾到我嘅咧就係啲蛋卷啊，你公司賣嘅蛋卷嘅數目啦、品種啦，同埋即係牌子都非常之多。你都好中意食咯。係啦，有一啲其實係直頭係真係你喺街一定係見到，因為佢淨係喺嗰個地區有嗰一間鋪仔嘅啫嘛，即係你都要傾佢翻嚟。但你驚唔驚咧？就係你開好咗個頭啦，即係同佢傾，跟住佢覺得原來幾好喎，網上有生意，跟住佢又自己照版轉碗咁做啊，或者係其他嘅網店都會揾佢合作。我哋都有遇到呢個情況嘅，就係可能大家一起做一啲嘢，令到個牌子好咗啦，咁會喺其他通路都有。咁其實我哋公司自己都有傾過呢個問題，我同你簽過我三年嘅合約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有啲違反我哋本身公司成立嘅時候嘅一個初衷嘅。咁你要令到好產品賣到俾其他人嘅時候，其實你中間你嘅增值能力喺唔喺度咧？即係你可唔可以幫到佢？如果佢可以因為你令到佢其他通路都賣得好咧，咁其實我哋應該開心嘅。咁所以喺即係呢一方面喺我哋自己個睇法就係唔會將呢樣嘢放喺咁優先嘅考慮咯。咁其實所以你哋係咪都擺咗好多資源去增值翻你哋嗰個客户體驗？譬如可以能夠令到我揾到啲我更加想買嘅嘢，可以方便到更多推介我啱嘅嘢。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大數據其實係幫你哋做緊呢啲分析啊？都有嘅。我諗喺數據分析方面，而家即係我哋其實即係頭先講，我哋都係 BB 嚟嘅啫。其實係啊，我哋都有學習緊。咁即係應用數據去即叫補足其實嘅客户需求啊，無論喺採購啦、營運上啦，咁呢啲我哋都投入咗資源去研發多啲個性化嘅嘢，即係令到個客睇到嘅嘢咧，唔會係可能我係男士咁，我嚟俾好多美妝產品我睇嘅時候，其實冇用，係或者一啲女士用品，咁呢一啲慢慢我諗逐步會越嚟越多嘅我哋，但係呢一個投入我諗係比較長期啲，即係冇咁立竿見影咯個情況。不過你講到其實網上的零售消費的環境變得很快，這個真的是真的。如果你說對比起三年前，很可能真的不是說每天都要按住部電話就上網買東西，但現在其實很多時候機不離手，就真的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買，變相就多了人入你們的圈，就是踩只腳進來。其實個競爭是不是有沒有去到白熱化那麼誇張？我想本身其實電商 e-commerce 在香港叫比較少，即本地的 player 在度玩緊嘅。其實咁呢三年嚟其實變化都好多。咁第一，譬如好似你頭先講手機，同埋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應該大概係有大概 70% 以上咧係嚟自即 PC 啦，即喺desktop 度睇嘅嘢。咁其實而家我諗最少 shift 緊30%-40% 去手機。咁係喺呢幾年間發生，咁我相信喺未來，譬如以內地嚟講，應該係九成咧係嚟自手機嘅。咁呢個我相信香港都會發生。咁另外譬如喺金流啊、物流等等，其實個變化都好大。即係如果幾年前其實大家都無意去託呢一邊啲業務，即係業務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其實個情況就所有譬如大嘅物流公司啦，或者而家銀行啦、政府都推緊一啲比較即係方便啲嘅付費嘅方法。咁呢啲其實對電商嘅發展都係有利嘅。即我哋會即順住呢一個 trend 去捕捉個環境多啲咯。我見你哋咧一路發展都係非常之靈活啦，咁以往或者係一路都做緊就係我哋靠 end user 上網撳個掣，然後去買嘢。而家唔單止係咁，落到社區你哋都有唔同嘅發展喎。我諗喺電商發展，即係傳統會講，譬如有平台型啦、自營嘅電商啦，咁新啲嘅咁有啲係社區型啊，以社區滲透，以社區為中心去買嘢。咁我哋都開咗啲新嘅業務係
俾呢一邊嘅發展，咁令到即係簡單嚟講，頭先譬如提到點樣令到啲服務簡單啲咧？對於用户嚟講，譬如個免運門檻可唔可以再低啲咧？咁譬如可能我哋而家社區團購嘅情況就，你可能買幾蚊嘅嘢，你都可以喺樓下攞到。咁譬如好似頭先講蛋卷咁樣，咁我就係想買盒蛋卷嘅，我唔想買其他嘢喎。咁可唔可以喺我屋企樓下就攞到咧？咁呢樣嘢我哋就即係嘗試逐步推出，即係更多呢啲服務，令到頭先講嘅好產品變得更加觸手可及咯。嗱，呢啲全部都係要使錢嘅 ，Yoyi 係咪？即係一聽落去，我就會覺得 Danny 咧就有好多錢要使，物流啦、倉儲啦，跟住可能真係電腦嘅一啲軟件上嘅升級啦，成個系統啊。嗱，不過我又唔係好驚咧，你唔夠錢使喎？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你哋咧就係成功嘅地方，其中一個就係吸引到好多人都好想投資你，即係你哋嗰個吸引力太大。根據市場上嘅統計，你哋融資嘅金額夾夾埋埋咧，其實過咗億噶咯喎。但是我想我們即本身這個行業呢，其實要都比較即要用的錢比較多一些，也都不是真的即是個數目，我們聽到它就很大，好像很多，但其實原來很少。放在銀行戶口自己那個會覺得挺多的，其實但放在公司即現在這樣的發展情況，其實我覺得是合格咯，可以即持續，即我想初創其實長期你都 會有不夠錢的情況，你要 keep 住去融資持續打下去，即長仗其實會是一路要咁樣打落去，咁所以唔會即感覺到係大家資金係充裕嘅，一定冇呢件事情，或者初創公司就係咁樣咯。但係呢一場仗有冇諗住即係跟住落嚟嗰條路線係點打落去？我想我哋去發展嘅時候會比較想深耕香港多啲嘢，咁啊，譬如海外市場，我哋當然唔同嘅機會都會捕捉啦。但我覺得喺香港即係創造到足夠嘅價值俾香港市民，咁其實你嘅業務一定會即係比較流暢啲去發展。咁亦都我哋本身公司個定位其實亦都比較即係希望頭先提過香港文化一啲，其實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可能好多外國嘅公司嚟到香港咧，其實都會未必做得咁成功。咁啊，因為個地理特徵好奇怪啦，亦都個市場又唔係好大啦，但係個消費力又好集中啦，所以等等有好多好奇怪嘅，即係我可以講個例子俾你聽。譬如香港大家都覺得網購好應該好好發達嘅，但係其中譬如我哋之前做嘅叫 COD， 即係俾現金咧，其實係曾經高到去 70%。即係送到你屋企門口先至收錢，咁呢個都有啲超過我哋本身預期嘅，即係大家都有信用卡噶嘛，咁樣，但係好多人都會揀呢樣嘢，咁呢一個係你諗唔到一個即係全球咁嘅一線城市會喺呢方面會有咁嘅狀況。係啊，咁其實最後都想問一下，如果我聽完你嘅故事，我好想做你呢門生意，你有冇啲 tips 可以俾我咧？做呢門生意得啩？我會覺得係有啲都會幾吃力嘅，其實即係坦白講，但係即係如果以創業嚟講啦，創業我諗去睇最好其實我諗係揀到你中意做嘅嘢啦，你有能力做嘅嘢啦，同個市場有需求嘅嘢。如果你三樣嘢都有，嗰樣嘢就 more like 係你應該創業嗰個位置咯。如果你淨係揀一啲你中意嘅嘢，但可能你冇能力，或者市場係冇需求嘅呢樣嘢，可能都未必係最好。即係呢啲係少少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咁希望咧就係今日 Danny 分享完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繼續陪住呢個 BB 成長啦。因為始終咧就係有一個香港特色同埋香港情懷喺度，咁啊相信都會得到香港人嘅支持嘅。想知道更加多創業故事嘅話咧，繼續留意住我哋創業容易呢個環節啦。